们好吃。他是白泽兽，是上古凶兽，凡人都是以他的图像来驱邪避。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吧，午碗怎么样？午碗，因为他特别能吃，每顿饭至少要吃五碗以上。午碗，好听吗？嗯。神尊，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吧。要叫着顺口，听着顺耳，还得可爱一些。午碗怎么样？午碗，因为他特别能吃，每顿饭至少要吃五碗以上。你喜欢便好。午碗，好听吗？嗯，神尊，今晚的宴会很好玩吗？今晚山林组设宴，许多族长都会来。那这么听起来，一定很好玩吧？你如果不喜欢热闹，就留在房间。谁说我不喜欢热闹了？我最喜欢热闹了。这千万。本宫再不济，也不至于向一个小仙娥去讨要吧。这战神也太狂妄了，谁叫人家有战功呢？各位仙友，今日本宫请诸位前来，尝蟠桃还是其次，最主要的是前任魔君吴之奇的坐骑吞天被浸泡在化生池中已经七七49天，马上就要散尽骨血，魔气尽消，本宫会将这吞天的骨血送给药王洞的两位医官炼化为丹，此等上古凶兽炼丹非同小可，今日本宫请诸位来共睹盛世，共享仙丹。王母厚德。别动，我救你出去。血骨还给魔君，魔君重见天日，再掌六界。住手！他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别碰他。你是谁？昆仑山的小仙娥？
杀你。锦绣哥哥怎么还不来了？不是说好了晚上见吗？母亲，儿臣身体不适，想先行告退。青儿，你哪里不适？要不要传巫医给你看看？不用，儿臣歇歇就行。国主，小仙先行告退。给我抓住他！快点，快点抓住他！向你跑，向你跑！上啊！别跟他跑了！吴婉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吓死我了！人呢？赶紧找找！那边，走。是。神尊，你能看见我呀？我错了，神尊。哦，对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去哪儿啊？都怪你，你今天睡外面。吴婉，你看我凶不凶啊？连你都不怕我，肯定就是不凶了。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我自己啊，我的眼睛是棕色的，我的头发颜色也没有变，也没有想要生喝人血、手抓人干的冲动。可是我昨夜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天雷真君和西王母一起追杀我，被我打得屁滚尿流、跪地求饶的。我是不是有狂暴的倾向啊？